这几年当中所带来的影响舞，在台湾呢，其实傣爸妈一直是很多人相当重要的信仰中心哦。那么这次呢，七年当中透过这样的舞蹈形式，耍弄了这个喜气的长尾扇，希望呢透过这样的一个舞蹈身段，把所有属于傣爸妈、属于生命必有的心情，传送给所有的朋友们。那也希望呢，今天在场的所有长官、贵宾以及与会的朋友们都能够健康平安。今年高中带来精彩的演出，谢谢。今天在场。